身体多病、虚弱胆小的居士，能否给临终的人助念呢？直到往生火化，可以。啊，你帮人助念呢，这是一桩功德事情，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助念的时候，你真正幸福，三宝威神加持，这个鬼神看到你是个念佛人，对你做尊敬，绝对不会伤害你。啊，你要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不会害怕了。啊，你的胆量逐渐呢也会大起来了。